最爱的要高考的研练们，一定要放松自己的心态，一个平常心，调整好自己的睡眠和饮食，用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面对考试。你们会成功的。考完试之后有什么放松的建议给他们吗？第一，先大睡三天。第二，先连吃一周，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去旅游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还有一个，没事可以来看我，平常心，放松心态，逢考必胜，逢考必过，你是最棒的，考上自己梦想的大学。他们怎么考也不掉坑里，我就应该活得属于我的好。